老子，自古圣经的教面艺术上海当中，伊用家己独特的科学语言培养南面这班人。伊是上海，伊就是南面老子徐新义，伊是怎啊重视南面事业的，又搁是怎啊培养南面艺术人才？大型文化艺术项目，咱主人是你来讲，我的南面老子徐新义。故事无同，所在无同，这是南土人。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期的南土人。今年泉州南面新埔水利成功，是咱泉州的一大新事，更加是南面县以外的一大喜事。我从早是学南面的，细汉的时阵就跟着阮阿公做一下唱南音，也经常参加南面比赛。会记得我高考迄年参加泉州市头一届中小学生南面比赛，当时是新义南面评委。迄阵仔我就对印象也深刻，感觉伊也捌南音，无想到几年以后，伊成为我的南面老师。再来呢，就做阮的镜头，做起来当我这个南面老师是新意。谢谢。今日个学生发现呢，就是阮的老师徐新义，伊甲阮这个同学感情真好。因为阮这是南面的爱好者，所以有法到泉州艺校学南音，是阮这个学生最欢喜的代志。今仔日是九三届南面班毕业十年以后头一摆聚会，那我先啊，这个就是当时的我的同学，因为我也是这个班级的一份子。徐先是当时阮的班主任，这个班级以前有二十个学生，今仔日来只是部分，因为有一个同学呢，今仔是伫咧东南亚南面社团咧工作，有诶已经从事其他行业，今仔有来一跩，今仔大多数啊搁伫咧从事南面工作。谢谢南面新埔生意成功咯，大家真欢喜，所以今仔三招来徐先出来做做。本来老师徐新义也是一个也专业的南面演员，有也丰富的艺术经验。1961年，泉州成立头一个南面专业团体，叫泉州民间乐团，包括南音甲泉州地方音乐。乐团请来惠安、南安、晋江、厦门等所在13个老师担任教学。徐新义老师当时是通过考试进入泉州民间乐团的。成为当时乐团头一批演员。徐先生你好，陈英你好，观众朋友大家好。徐先欢迎你今日阮今仔演播室。你还阁会记得1961年你进入泉州民间乐团，也就是即马时的泉州南面乐团的时阵，你几岁呢？我当时20岁。20岁，迄阵仔就空。迄阵仔就空。啊，是考试的，考什么内容呢？啊，考试当时非常简单，因为我的本质啊，啊，去就用个用一个本质对咱普通的歌曲啊，就了了。啊，你之前是本质啊，啊，迄阵仔有学着南面无？迄阵仔无接触着南面，我就是兴趣啊，家己慢慢本的本质啊，慢慢本的安尼。啊，你那时候做不来考南面乐团呢？啊，因为阮厝后是伫南面乐团的。啊，所以意思你若对种有兴趣，也无来阮来，啊，去迄个就是安尼，看者当时，就是安尼，他们食到滚一堆啊，啊，就面色一样的。啊，当时这招收的门槛不是较牙关。不是较牙关。啊，你来团了以后，踮团了学习个生活怎安尼？踮团了当时，这个团了来就住宿。啊！你一日三十七路，都着跑伫南面的，伫遐上班。啊！你刚才是踮咧学堂内面咧学习哩？这是用个，不算是是学堂啊，就是那书呆读哩。当时甲你做一个课，你个阿做啥物人呢？伊这个团是六零年组织的，
前几年在马雄段啊，吴秀英、苏西英啊，因在比我较早入去。嗯。即跩啊，老母也是成为南面界也有名诶。啊，跩六十年代是也出名咯。啊，当时我咧个论年龄呢，我是因为随行。啊，论艺术呢，跩都可以当我的老师。因接触南面比你较早。比我较早，比我。南初人有情义，乌那血脸方袂离。讲人生真趣味，斟茶一杯真情意。徐新义老师1961年独冠的成立泉州人民创意乐团的人员。本来以人生之道，就是一直是乐团的接连员，但是文化大革命期间，乐团直接解散，南面的前途如何是暗？徐新义老师家己如何接触什么款的选择？广东文化基层栏目南初人本地嘉宾徐新义。1961年，徐新义凭着本地的基础，创立泉州头一个，也是至今泉州唯一的南面专业乐团。得到当时的人民名字胡志忠、曾荫权、何先生珍贵的学人民之力，主持动效。十年之间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演出经验。70年代文化大革命，文艺团体三线解散，人民乐团也直接解散。那乐团解散以后，徐新义又过去做一百年。之前啊，乐团解散以后，迄阵啊，你去倒呢？各种解散，我去加七，分配去加七，少加少。安尼等于无把南面咯，南面当杀无。啊，南面，但是真正的这个有关部门咯，亲像文化局咯，在什么款咯，当时也伫咧搞南面咯。啊，这个是去共我接来，我曾经接来这个文化局咧，有三年的时间，当时管局合一。就文化馆遮也撤销咯，计是伫迄个文化宫内面伫咧活动。啊，当时来的时阵呢是去搞新南面。啊，咱著名的南面这个县管人吴厝，当时也伫遐咧工作，伊来咧写册，啊，我去咧滚动销。啊，迄时写信册，你有家己做一个创作无？我无搞创作，我计是分乐器。1979年，乐团恢复，徐新义又搁被召回担任乐团业务干部、演出队队长、艺术委员会主任等职务。之前啊，79年你搁重新交倒来团的时阵，迄阵啊人做？迄阵啊，搁回调那个无做，因为政策发函哦，回调那个只有5个人，包括马雄段，哎呀。但是真正来辅导的哦，只有我甲杨松英。嗯，两个人你要怎啊组成一个团呢？所以当时组团的时阵也非常困难，曾经有一段时间哦，是有甲南音社的结合起来，就是专业管乐队的结合做一个，做一个共同哦，伫咧创这个南音。啊，到什么时阵人才搁慢慢做起？因为来了无几个月呢，就说安尼袂做哩，就开始招生。这个当时就是招收跩现在乐团的跩王大亨啊，就撇落啦，因跩人，大概20外个。是伫咧安尼是伫咧80年时阵招生。安尼大概是80年的初，会跩招哩。哦，王大亨啊，就听我来陈家勇啊，因就是这个是最招的。这些人即马时啊，皆是乐团的代表。嗯。那除了这些人以外，还佫有甚物团代办的种的团体招生无？王大亨因即批来哦，实际上也就是团代办。那么佫刷落去的这个，大概83、84的迄个时间呢？就招收王阿先、李德恩因这班，这班就是用艺校来办的，就正式的作为一种招生，作为一种终身生的学历，
算起来是给好头一头一届，头一届正式正式收的男民班，嗯，嗯。啊，这个时期，之前你同个乐团去参加一个重要演出无？啊，有，反正然后乐团啊有这个活动呢。啊，当时我入个也是一个业务骨干，啊，亲像说来的时阵啊，连个演出队的队长啊，啊，业委会主任嘛，所以这个，那么直接回忆的，大概是84年的时阵，84年的时阵呢，这个到北京诶参加去演出的，这个参加一个叫华夏之声音乐会，这个呢从筹备节目、组织节目的开始，第一步就是我创的，啊，迄是，迄是中国音乐学院主办的。为什么这场音乐会很值得你回应呢？因为这个涉及一个问题啦，就是说咱这个比较高的音乐音效呢，是重视人民，这个是对人民的一种地位的提高。啊，所以名或者华夏之声啊，就是代表咱中国这个比较古老的这个音乐，才有法像像这款比较比较高层次的音乐厅。这当时南面的这个演出有受到中央这层的总关注哦。嗯，啊，当时去演出哦，就去入音乐厅演出的了，啊，这个。然后到人民大会堂啊，在上面看啊，这个中央首长哦，都啊，真侪人来关心来看。嗯，迄阵时，大人对南面应该是也够有信心的。啊，迄阵时也是，大家人也够啊，怎么？因为咱当时我会记得说，当时去哦，后要请咱周恩来因夫人丁颖桥，那么丁颖桥呢，伊也真欢喜。伊说由于身体健康的问题，我特别叫伊的秘书哦，找来团队哦，解释这个问题是身体原因，啊，无伊是真爱来听。之前那个时期，你有从事什么方面的教学工作无？如果具体说，我无有师大多，但是啊，正是伫是这个去中央电视台咧，迄个期间呢。啊，受这个中央音乐学院的邀请去教伊动作，因为伊当时去哦，是中央音乐学院也、非常的关注人民。应该说，中央音乐学院是咱中国的最高音乐学府啊。这个伊也请去主要教学的先上顶的，伊要学的。就是咱南音当中的五大套、四大音谱，啊，四个人去，每人加一件乐器，啊，我去是加动箫。啊，你感觉讲迄个学生，你啥物感想呢？啊，去往所在无同的咯，就唔是咱在普通伫咧学南音的这个囡仔啊、老人啊，怀计是演奏家。时间的教学吼，有对你有一种触动，托你去呈现一种新的教学方法。啊，那当然嘞，因为去哦，我有提，因为当时去哦，阮四个人叫做一个音乐小组，我是任组长。啊，我就几年来教，是你学咱的，但反过来我向因学院提出，咱即阮有来恁即来，阮也准备一有些物件。以后你阮可以去恁课室里哩去听课。那么当时这个系主任啊，一岁一岁，我联系各个部门。那么凡属所有人民老师要听课的，开六点，每一个教室，咱随意都可以入去。你感觉你为什么想这个去旁听去听人的课呢？啊，就是说要学淡薄仔物件，看别人呢，这个珍贵的音乐音效，伊是怎啊上课的，啊，伊是怎啊教的，吓。南厝人有情义，乌那血脸放袂离。
讲人生，听世事，听这一杯。这家春明，这花齐放，这是机会又搁迎来新的春天。咱们乐团开始为筹备年代着手做准备。作为学堂艺术委员会主任的徐新义，做了组织在当中。保存文化知识脉络，咱主人公职人物徐新义。这大是泉州艺术学校。1993年，泉州咱们乐团为了扩大演员阵容，委托省艺校泉州分校招收一批小学毕业、学制六年的南明班学生。徐新义受文化局委任，担任93南明班班主任。93届泉州南明班就是从这个学堂行出去的。当年徐新义老师抓着阮这个班，就是大金田歌与苏白演出专业排练。我现在住的所在就是阮当年的教室，我最会记得这个就是我的课桌。我讲这下，当时要上文化课，要上专业课，林先生呢会点出来讲阮排练。当时排练最主要就是当文化课，起码有几百摆上千摆。嗯，阮班内有二十个同学吼，我是属于无几好的，第八届安尼的。那咧读艺校，就感觉熬无精神，熬无自信，感觉是无好想要甲唱，家己也唱嘛，无好唱安尼。之前同我阿叔无得。就是平时是做伊个教室，就怎个去学这个唱的文字咯。所以等我阿有心情就落去。阮是在就是一家负责任的人，而且伫六园下站要站伫教学院伫咧学习时阵，伊是只脚踏车，跨脚踏车，风雨无阻。假设我就讲说，今天落雨干呢，排练啊，结果十分钟看一只跨脚踏车，一个雨都刮咧啦，搁是。伊对个是上啊，尤其然后，尤其在文化堂咧丢咧摆咧个时阵，可以是直接是暗暝摆落四十片。阮93届这个班，是我1984年正式开班的南明班以后，上届10年都招收的南明班。到1984年招收的南明班无同的是，为了科班训练，纯粹抓起。阮93届南明班整体招收学员的平均年龄只有17岁，这是应届小学毕业生。六年的学制也是南明专业办班以来最长的。学生啊，年龄太小，生活学习方面面临自立的问题，加上学生来自泉州无同的城市，方言口音有差别，也为南明年轻带来真大困难。徐新义接手南明班，主要处理的是种种问题。这是来自国光市区的阿水所在，阿水计不是正宗的泉州腔。当时为了要克服阮这个困难，阮事先就等阮边学习边进行各方面的演出，来丰富阮的舞台经验。啊，鼓励鼓励，阮的专业水平提高了真多。一下迄跩原本无基础的，啊，慢慢仔飞上迄跩有基础的学生，真个受到外界好评是阿不少的。之前你感觉当当时为什么团队想说要办这个93年这南明班呢？因为呢，从84年王阿新因去办了后呢，到93年，安尼大约上计有10年了。那么这10年时间都无过有南明班。啊，这10年无南明班，而且王阿新因这批毕业了呢，听人说王阿新去台湾，加油再去菲律宾，安尼。实际上，伫舞台顶头，已经减少了种损失了，所以当时呢，文化局个团队啊，就研究哦，必须哦，这个就开始搁办办，
即袂断这个乐团的艺术哦，艺术会去这个断层。主要这个信号保持。即袂去青黄不接，是安尼，出自这个考虑，即决定是就是这个南明班。嗯。之前当时你有想到说带这个班的阿姐来无？这个一定要的，因为当时的招生的时候，我也是其中的一个苦伴。现场的看的跩个婴儿呢哦，都是最小年龄哦，才12岁，所以办这个班级呢，这个在管理方面哦，一定非常困难，非常障碍。所以咱这个班级呢，我就设这个生活班主任。我印象也深刻的是，咱开班这一个月，你就带阮去福州参加汇演，当时演唱的是毛泽东的诗词《杨梅》。在开学一个月里，为什么你就放带阮去福州演唱？因为我每年就考虑说要怎啊带这个班，所以一入去呢，就碰到有一个机会，要去省里参加汇演。啊，我就从咱班级里比较有基础的几个人呢，这个选起来哦，排练这个节目，这个去福州参赛。那么当时的出发点，我一个教学理念就是办好应该社会化，尽早甲这个社会接触，安尼哦，对咱这个对学生来说哦，又起到一种促进作用。因为来如果呐是来咱班级的，对跩学生啊，反久去，如果咱讲教育目的呢，根本你怎啊说哦，也无一定听会清楚。那倒不如通过排练、这个参赛、演出，教学生啊，好佚佗，一款好佚佗，你这个教授偌侪话，伊已经会理解哦。你这环境来，如果到目的性，伊会认识咯，伊会学习积极性就会提高。因为通过演出咯，从我个人的感觉来说，第一感染咱的这个教学成果，第二是触动这个学生学习的积极性。其实你是单独练，你总说话其他可能老师是不是有意见呢？这个哦，都是这个其他方面的作业。这个第二班的所有老师哦，都是认为说哦，这款做法都是非常赞成。因为如果通过排练演出的时候呢，时间未到课程拍乱的时候，所有先生也真好配合。咱台都补课的时间，所有科任老师都无啥意见，非常乐意。但是我知影说，对于这种教学理念哦，啊，佫是有某些人有质疑。那你家己有感觉到这种压力无？这个压力咱就敢于承担，敢于顶住，因为实践呢是最重要的。通过去参赛，有这种到来呢，对头面热，领导也欢喜，单位也欢喜。反过来作为一个老师，伊是破解的怎样办？那么我就想了一个办法，这个班级20个人必须就有等于一个连续的舞台，所以我就想说呢，排练一段梅花草，这个20个人都起来有加下去，大家不管是原本这个未晓的入来，也开始学。但是这个梅花草是咱南面的四大名圃之一，可以说是技艺难度最贵的。咱若说北北有十级，看伊看级的，咱南面自然无看级。但是梅花草啊，达到这个级别咯。为什么你会想说当时还阁是一个无偌久的学生来学这个呢？啊，这样咪是安尼啦，人就敢于攀登高峰咧。所以我因为说我原本的一个理念，对南面的一个理念哦，南面哦是入门难。基卡性无贵，伊个温密浓，所以我感觉是突破梅花草，唔是啥物较偌难的。关键是这个要怎啊入门？因通过来哦，你通过排练，通过啥物款哦，这个就是哪里发明对，
这个面这个面对那快乐过就容易了。我也有印象的就是当时拜的梅花草，也是野青稞的，像阿米咯，也是冬天咯，大热天也经常出来行啊，就在练。但虽然很艰苦，毕竟是有回报的。是啊，一份经营，一份收获。咱虽然经过很艰苦的排练过程呢，啊，经过规定的演出呢，啊，得到这个领导的认可，观众的认可。所以九四年的时候呢，刚才原来四出泉州的时候呢，咱泉州组织一台晚会去接待，咱啊有幸被这个领导选中，就咱一台文化头去参加这个组合演出啊。所以我也庆幸咱这个团体，这个有法当向刚才这个回顾演出啊，咱组的人哦。是名副其实的成为一个当代语言前辈。徐清义因民施教，结合社会实践的教学方法，虽然在当时受到争议，但伊凭着家己多年的工作经验，理解艺术的发展规律，用上观的眼光、勇气和信心，带着人民班学员向更加全面艺术发展。现在这个学员有的在台湾、新加坡的人民社团工作，大部分留在泉州人民乐团，对四县曾经工作的所在继续坚守人民团队。有业时阵，有的学生还佫自办人民培训班，将老师当年的教学理念延续到下一辈接班人身上。现在徐清义老师已经退休了。伊经常到泉州一带某年十岁人民社，有时自舞自乐，有时帮忙指点一带人民爱好者。这是什么声音？是阮江南人，阮请下来做江南人民社的技术顾问。起来了后，对江南人民社贡献也大，比如说对弦乐，哦，对爵士乐器要怎啊进一步提高？对唱完啊，基本功啊，要唱啊，进一步提高，伊提出也做宝贵意见。对阮江南人民社的提高起也大作用。之前你退休多年了？啊，我退休要十年了。嗯。即马有影时间，咱过去南面未？有啊，我经常有去南面。其实我现在去呢，再上去读书，伊说也是挂咧现有的厝内哦，啊，河浪头，吃我头去。但未去河浪头。啊，经常经常，嗯。平时阿哥有去一跩什么社团咯，还是倒搭去跟指点无？有啊，跩亲友说跩这个业务社团咧哦，经常来请咱去，啊，咱就去跟伊关心去。啊，其中一个就是老人大会，两代到福州去参加会安尼，都去请我去给伊帮忙。啊，两代去的甚至都去会派，去得奖倒来。既然差不多要结束的时阵，请实现对咱电视机前各位乡亲说一句话。这个如果那说一句话哦，就是南音的行家话。咱这个县官呢？都是讲有和，啊，我的一句话是：天官若要会和，首先人就会和。咱是打拼的闽南人，爱朋友爱家乡，拢是咱夫人。咱有故事去讲讲，爱拼的军旁又搁要出旁。把握咱的好机会，创造将来，自强自立，自强自爱，自由自在，上天了天涯，我做路程。